那么我们看它发出哪些分支呢？在这儿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所以大家记住这么两个要点。我们看耳廓的前下方，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腺体。这个腺体过去我们讲过，叫腮腺，腮腺。面神经啊，出颅以后钻入了腮腺的实质内，然后在腮腺前缘发出一个颞支、全支、颊支、下颌缘支，还有一个胫支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细小的耳后支，我们标记一下，这个叫颞支。全支，这个是颊支，这个是下颌缘支，这个叫胫支，这个小的叫耳后支。这提示我们什么呢？说明面神经啊，它在腮腺实质内形成了面神经丛，然后发出各大支，到达面部。那么我们做腮腺手术的时候注意，为什么术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表情肌瘫痪呢？就因为你在切除腮腺的时候，损伤了一部分在腮腺实质内的面神经丛显微。所以造成了局部的表情肌的瘫痪啊，所以这个做个常识，大家知道就可以。